祝你们新年快乐！新年有没有什么新希望啊？今天是大年初一，很快再过一个小时又要大年初二了。我没有开台的时候，我有回上一个房子里面搜刮了一下资源，所以我们现在资源有比较多一点。然后我有拿到这个东西，乌鸦制药。这个。乌鸦制药，你不说的话，我还以为这个是弹弓哎，这个、根本就是弹弓啊！你不要再骗我说这个是钥匙了。好，NC coming 安安，那我们拿乌鸦制药了，所以检视二楼祭坛，所以现在去左边这个地方嘛。核桃恩安安，大年初一去工作，辛苦喽。Hey, Niwa. Welcome 哎，home, 阿嬷来了，阿嬷 Ashley. 来了。Chris 升级为 LV7 的其他军团士兵，恭喜升级，现你续订哦。哎，我要先想一下路线呢，因为那个阿嬷很爱苦苦相逼。Hello，Hello，Hello? 冲啊！ここか。好的。哇，才黄血而已，为什么就已经视野全部都是眼角流血了？这边要怎么过去？哦，从那边过去。好的。铁兰安，大年初二、初三要工作，辛苦哦，辛苦哦，大家都辛苦了。嘿，猪瓜，最不辛苦就是你啊！你每天都跪最爽了。我们家卢卡经过了，先去。他就在楼上，不要上去，没来，他下来了啦。我想要先把身上的东西放一放。跑跑跑，向前跑。买啦！不要这样苦苦相逼呀、啊！阿妈只是睡着啦。哦，就派就派就派。Welcome to the bonfire. GLaDOS 0118，谢你追随哦，再出发喽！来放一下东西。三个空格应该够用吧？因为那火焰喷射器一直会用掉两个空格，存个档哦。嘿，头特小风，吃 瓜的啦，踩来踩去又也很辛苦，好辛苦哦。睡觉睡一整天也很辛苦诶，吃饭吃一整天也很辛苦。他 手已经钉起来很久了。好的，嘿，session 晚安哦。今天没办法破关吧？我觉得今天没办法破关吧。说好的龙虾了，什么？居然有人在我们这边提起龙虾？哎，龙虾见者有份喽。在我们这个台，你私藏别的东西，签证都还可以原谅你。私藏龙虾这个万万不能的人，万万不能忍啊！哎，我听到蚊子的声音，阿嬷来了啦！喔喔喔喔喔喔，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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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莫遮生气啦，莫遮生气好不好？不要这生气好不好？有话好说啊。扣扣卡。这是，what？你刚不是在我后面吗？你不是在我后面吗？What？不要跟我说是 boss 战哦！哎，没办法上去。哎，我真的觉得这是 boss 战哎。怎么一来就 BOSS 战了？
What? This is beyond the pale! You hear me? Beyond the pale! 怎么啦？啊？What? Shindano? Ama su ma? Ama? Eh, 不是要下去，我不是要下去啊。人工阿妈请求山，哎，不是，不是请求山。人工阿妈请求的歌哟，阿妈 ，grandma， grandmother， where are you， 医生，医生，阿妈死了，阿妈这么快就死了，阿妈我真的是。对你太失望了。What？ 不，我不要下去，我不要下去，我不要下去。所以我们惊心动魄的阿嬷决战已经结束了吗？阿嬷哭，我对你寄予厚望呀，阿嬷。掉进黑泥就是要进化啦。所以我们刚刚打完阿嬷的 BOSS 战了。What？ 阿嬷跟阿公比起来好弱，真的，真的。我想说这一关虫虫这么烦，还以为阿嬷很微缩。看起来是阿嬷很想自己。哇哦，这什么东西？关于系列血清，以下物品可以合成血清：一、D 型脑神经；二、D 型末梢神经。I think that's it. What? Hey AJ, AJ， 你刚刚错过我们惊心动魄阿嬷决战了。哎，球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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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网络上不是有流行那个什么输赢壶，不就拿球棒吗？请问输赢壶到底是什么？我是看到有些人在玩这个梗。阿嬷在喝汤，不要吵他。Well, did he find a serum? I just got done dealing with your mom and her fucking bugs. Wish you could have warned me. Sorry about that. What about the serum? I haven't found any, but I did find out we need to make one. A D-series head and an arm. This can't be right. A head? I think I have that around here somewhere. You do? I don't know about the arm, though. Have you searched the whole house? No, not yet.I still need to check the second floor here. All right, check it out. Meet me at the trailer if you find it. Hey, 军哥，刚刚伊森跟他说我需要一颗头，女主角说一颗头阿鲁尤，您给脑袋吗？阿鲁尤，我觉得他好像那个 hero 日剧 hero 里面那个酒吧的店长，不论木村拓哉跟他要什么，他都会说阿鲁尤的那个。阿嬷不是人没差啦，姚明笑。我们刚打完阿嬷，请问你是？请问，克拉拉，克拉拉站起来了。好啦，不知道他是谁。钢琴。钢琴一定不是好东西。10月11号，自从那个小孩出现之后，我就耳鸣了一整天，根本没有办法睡觉。柔一说的对，那个小孩很古怪，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女人也是。店长，哎，对，那个店长什么都有。输赢壶就是最早突然莫名流行一张 FV 的贴图，叫做空干猫猫贴图之后，有人突然开始拿输赢壶当梗在做梗图的梗文，就是蔡英文去棒球场开始开球的拿到球棒就变成输赢小英。对，那个店长。The first flame 。阿嬷，里脊骂底都喂。
Section 是 LV 十的新王，非常感谢你的 donate 哦，谢谢你，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阿妈亲妈滴的喂，我开始看到幻象，也开始幻听，而且不时觉得恶心想吐。我到前看了医生，医生也帮我照了张 X 光片。我到底怎么了？那个小孩送了一个礼物给我。好的，对，我都忘记有这一首了。哎，啊，早知道我们刚刚在对决阿妈的时候，应该要唱这一首才对啊。阿妈你今嘛伫倒位？是毋是咧啉地沟油？确定要使用的物品，随便用用看，这东西不能用在这里，你给我们摘。哦，不这样对待我。哎，哎呦，哎，阿妈在黑水池中。哎，这不是大童宝宝吗？安安哦，大童宝宝新年快乐！古钱币，好的，地沟油没有错。哎，想不到地沟油这个梗过了这么久还是可以用，哎，超爽的。哎，哦，这边这个天平和这扇门似乎是相连的。天平，天平座，好的，所以要再挂一个东西上去吗？啊？难道要拿阿嬷的油灯吗？不会吧！使用不能使用曲柄，使用乌鸦制药。好的，都这样对待我。好了，这边还不能过去。对，那个是天平，应该是要找一个东西挂上去才对。对，Biohazard 7改成了第一人称试点。我现在还是叫习惯叫 Biohazard，因为日文标题是 Biohazard，然后英文标题才是 Rest in Evil，天平座，哦，这是刚刚的地方吗？好，先下去好了。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Who's there? Who's there? What? 阿妈还活着？阿妈，你今嘛伫倒位？你居然还活着？What？我决定呢，先去存个档。可以直接从这里过去吗？从这里过去吧。哇，要再走一次这个恶心的道路。阿妈把一个人把地沟油喝光，哇！阿妈你胃口超好哎，阿妈你在大年初一就把地沟油整个喝光光，那你们一家人剩下几天要喝什么才好？阿妈只是睡着了，嘿，棒棒，新年快乐！还对主角的爱太深，不依其死，不甘愿，可恶！哎，天好像有一点点亮哎，应该不是我的错觉吧？天有一点点亮。阿妈听到歌就醒来了。Hey Yuka，我们在收集一枚钱币就可以拿沙漠之鹰嘞。算了，先不要做好了。我刚刚在想说，要不要来做一下那个，做一下燃料，但是搞不好燃料会捡到，所以先不要做好了。因为那双氧水还蛮宝贵的。阿嬷超进化，整间房子看起来都快要被拆了，真的完了！你把阿嬷唱复活，完了。我们在旧房子那边有一个补给库，也是可以拿乌鸦钥匙进去。那我们去那个补给库那边看看好了。反正等一下应该是要先再去找一次阿嬷，才能把那个油灯拿回来。不是啊，油灯你随便，
你随便找个地方挂上去就好啦，不一定要油灯啊，就是猪油啊，你身上的肥油啊、脂肪啊，或者是说猪肝啊，都可以啊，是不是？医生，哎 熊熊，阿妈表示先生唱的太深情，忍不住复活了。喂，突然很怀念睡着阿妈，搞不好等一下我们去老房又会看到，再看到一次睡着阿妈。阿妈只是睡着了。这边，快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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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力气去对付那些虫，时间宝贵啊！医生，猪肝汤好喝哎，不过我不敢喝猪肝汤哎，内脏我都不敢吃。先回旧房子看看。等他睡着，我还压爆他的脚，怎么这么坏啊？不会，等一下还有怪吧？应该不会吧？不会这么过分吧？哦，是不是？我们医生人品这么好，不会这样对待他吧？你是说那个男主角他被阿嬷的蚊虫攻击之后，他手上的包看起来超像蚊虫叮咬的包，那个会不会真的是蚊子啊？就是有点像是 Fallout 那种辐射蚊子之类的。现在玩207之后，应该更不敢吃内脏了。我本来就不敢吃内脏，榴弹发射器超爽的。好的，固体燃料，火药，哎呦，要不够装了，那很容易不够装哎，烧一弹，固体燃料，又满了。一把土制榴弹发射器可以使用不同种类的弹药。我记得组合这边可以做榴弹发射器的弹药，强效化学液体。好的，拿不起来，您身上的空间不够。我真的觉得玩这个游戏玩到现在啊，我看过最恐怖的一句话就是，我要示范，我要示范，您身上的空间不够。这句话是我玩《恶灵古堡》以来看过最恐怖的内容了，好不好？大肠面线还 OK，比较像蜜蜂、荨麻疹，好恶心哦。还有猪脚手，大肠面线还 OK，可是如果是我吃大肠面线比较挑因为大肠面线它如果不新鲜的话，那味道会蛮明显的，会有点难以吃下去。幸好现在可以进行的探索。所以这个游戏的构造应该是这个区域的王打死之后就不会再有怪出现了嘛，应该是这样子。去冰，去冰，去冰，去冰。强效化学液体。来做一下烧夷蛋。用于榴弹发射器的弹药击中目标时会点燃大范围火焰。榴弹发射器，一次只能装一发哦。
What？ 嘿，独角兽，新年快乐哦！大家都新年快乐。Welcome to the bonfire。S823BIRD， 谢谢你追随 Thanks for follow。记得还有个东西。算了，我先把它放进去。我先清一下空间。先清一下空间，等一下去那边捡东西。2072改造武器的选项吗？目前没有看到欸。目前只知道你可以收集硬币，然后去一个类似贩卖机的地方，就是鸟笼啊，你可以去那边买沙漠之鹰跟那个可以增加你的血量最大值跟改进 reload 速度的东西，补给库。蛋煎就是蛋煎就是鹅啊煎，然后没有鹅啊，那个叫蛋煎。有些店会这样卖，因为有些人他不敢吃鹅啊，然后就可以点蛋煎，就是有点像你去吃鹅啊米刷或大肠面线的时候，你也可以点青面线。就假如你不敢吃大肠跟鹅啊的话，可以点青面线，然后会比较便宜一点。来哟，烧鱼蛋。哦，就是没有地瓜的地瓜粥嘛，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啦，也是可以。我们这边尊重友善包容，你们说是地瓜就是地瓜，好不好？都拿完了吗？我看一下哦。阿妈的金马的德威，应该都已经拿了。好的。没有拉面的大蒜拉面，老板会懂得蒜有语病。对啊，老板都懂啦，因为有些人他不敢吃鹅啊跟大肠。没有地瓜的地瓜酥，来一份鹅啊煎，不加鹅啊。我都是吃鹅啊煎，但不加太白粉，先要加两个蛋。哎，鹅啊煎不加太白粉，吃起来怎么样？没有吃过那种的。就是冬瓜肠围冰去冬瓜，鸡蛋煎。曲饼等一下还会再用到吗？曲饼，烧鱼蛋。哎呦，空间真的很容易不够哎，这个游戏。固态燃料加化学液体可以变火焰喷射器的燃料，我怕等一下又没有地方可以装。老火饼没有牵升台，那是谁在开台？我们在看。请问等一下还需要曲饼吗？原来是卢卡在开，卢卡大神现在在睡觉，他现在在睡觉，所以我们现在要珍惜他在睡觉的时光，好吗？各位，等他醒了就有你们受了。哎，对，火焰喷射器我把它收起来了。哎呀，占空间哦，超级占空间的。等一下不会用到曲饼是不是？不要骗我啊！你们没有骗我吧？不要大过年就骗先生哦！我是这么的相信你们。啊，暂时用不到 ，OK。好哦。如果你们骗我的话，我相信你们啦。但是如果你们骗我的话，
阿嬷，今晚就带着虫虫去找你们，好吗？阿嬷，你今嘛在哪位？今嘛正在保存。来哟。其实我们都是卢卡梦境里面的角色。其实我们都是卢卡梦境里面的角色。卢卡显然我们都消失了。Welcome to the bonfire. Middle frame sky day. 哎，不对，这个是黑暗灵魂山。人偶姐姐的台词是 May you find your worth in the waking world. 我是不是应该要先用这个才对？好的。终于不是一个人过年了，哎，既然居恩这么说的话，哎，阿嬷的行程就先排居恩家咯，哦，不要说我对你不好。寻找血清的材料就在旧屋二楼找到手臂，你都直接跟我说二楼有什么东西，哇，你大大你这样子爆雷，哇，这样怎么受得了啊，天啊，在游戏里面被游戏爆雷耶。 Oh, good hunter.要去找阿嬷喽！不知道等一下是不是还要再打一次阿嬷？你要睡着的阿嬷，还是醒来的阿嬷？不管是睡着的阿嬷还是醒来的阿嬷，哎，阿嬷你怎么还在这里啊？阿嬷 well, ，That's special。啊？怎么可能？还真新鲜。新鲜的阿嬷就在你面前，阿嬷过年还要赶通告哎。哇，这个医生你怎么蠢成这个样子？哦？哦，是这里哦。那是不是要来先把门打开？嗯？哎，门开了，太好了，开门哦。好的。强效化学液体就放在这个地方，哇，人超好哎。爬行了阿嬷。先不要剪好了，先把它放在这里。看一下有没有东西。有没有大童宝宝啊？大童宝宝，大童宝宝，找到你之后，我要好好的招待你啊！哦，温室，有一种饿。叫做阿嬷觉得你饿，什么啦？阿嬷喝完水又要去追太阳了，又要赞美太阳了吗？哦，有声有声有声。有声有声音。哎呦，满了啦，超容易满的，满了。您身上的空间不够。What？ 对，男主角的手被他老婆砍了。哦，存档了。阿嬷在哪里？阿嬷。阿嬷你在哪位？ Where are you？ 阿嬷你今嘛在哪位？被大门挡住了。
米索汤安安，带太多误解，我怎么知道花轮？哎，算了啦，算了，算了吧，算了吧。我想说要来跟阿妈来个殊死斗啊！哎，决战迷魔生死斗之类的。哦，你们在那边，你们又在那边黑加我，资源给很多是不好的前兆。有不好的前兆，请先记得服用地沟油。哦，你们过不去吗？哎，哦。下面还有，我添的地瓜油，那是因为你满脑子都是地瓜，好吗？人家俗话说得好，你心中有地瓜，看什么都是地瓜。对啊，幸好这边离祭物点很近，所以还好啦。阿妹好，三十个阶段变化，什么？阿妈，哎呦，这边是怎样？好的吗？好的吗？看阿嬷72遍，阿嬷，你在这里吗？哦，这是那道门嘛？啊不，现在睡觉啦，一整个安心。阿嬷是百变怪，按错了。好的。从另一面锁住了，都这样，任何的门，怎么了？What？ 阿妈，阿妈，我来替你叫阿妈，整个被阿妈吓到。哎、欸，早知道刚应该先把那个乌鸦钥匙先。What？ 哇，阿妈你变得好高哦！阿嬷嘞，所以，哎、欸，怎么还有虫虫啊？虫虫超烦的。哇！Prohibi。现在是怎样？为什么他又跑了？现在是怎样？请问这是 BOSS 战吗？还是？可恶，浪费掉了。
他走打带，他走打带跑路线哦，好。Hello。阿妈又要打带跑了。Gotcha！ 躲过他，躲过他。哎、欸，你真的是很胖哎、欸。Hello！在哪里？在哪里？阿嬤真的很烦欸，超像大法师的。どこだ？どこだ？出てこい！固体燃料。哎呦，他一定是又在生虫了啦。燃料。你又在那边给我生虫，寄生虫和生量。燃烧吧，燃烧吧，阿妈，阿妈，你今嘛在哪位？爹爹快 ，Grandma，Grandma， 欸、有虫卵，有虫卵。好的。成效化学液体是烧一弹，阿妈到底要打他几百次啊？寄生虫，合生量，寄生虫又何必要生阿妈呢？火烤就是美味，榴弹比较好用是不是？好了没？赢了吗？赢了吗？Hello? Hello? Fucking stay dead, okay?
他刚刚说什么？死兰佐就别动了好吗？ What is 死兰佐？耶，拿到提灯喽！拿个提灯啊，这么麻烦，超麻烦的。耶，我们赢了。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 Welcome to the bonfire. We are the champion. 172810 V， 谢谢你追随啊 ，Thanks for follow。We are the champion， 再来啊，再来啊！是不是瞧不起我们没有七八千人啊，阿妈？啊？阿妈，你今嘛的等？什么是死然佐啊？到底什么是死然佐 ？What is 死然佐？啊，我们可以慢慢搜刮，总算可以慢慢搜刮了。好哦。那是广东话，这游戏有三个地方的字幕突然变广东话，到底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对，死然佐是什么意思啊？好的，哦，死然佐就是死了。哎，对，刚好我们这边有一些香港朋友，提灯在阿妈肚子里面。这样应该不会有虫来攻击我们了吧？虫超烦的。哎，对，这边有固体燃料。我们先搜刮一下资源吧。哦，是粗话 ，OK。猜翻译有香港或澳门人，还好不是用唐伯虎点秋香的话。哎、欸，哦，可以过了吗？耶、yeah! ！这堆石头看起来有点恶心。手枪子弹。不是，我不是要开关门啦，你是嘞？认识说为什么的话，他们应该是先套广东话字幕档作为中文字体的基础，然后替换成繁体中文字幕时，有些地方没有替换到吧？油电发射器应该可以先收起来了吧？记得阿嬷战斗场地的草丛区有补品，对对对，可是我们现在。身上的空格不够。哎，月夜晚安喽。得。榴弹跟火枪都可以收了，是不是？所以榴弹跟火枪是怎样？阿嬷限定吗？我那两支枪真的是超占空间的。先来放一下东西。榴弹发射器，手枪子弹。散弹枪子弹，我手枪子弹多到满出来，
因为这边几乎是用到那个手枪子弹。青蛙呱呱呱，安安哦，土田人安安。这边之后都散弹枪好用 ，OK。他妈的死掉了，啊、，OK， 了解。好，再回去搜刮一下刚刚的地方。今天子弹好多，我那这边大概只剩小刀可以用，因为我在刻意省子弹，还有我有回那个上一个老爹那一区去搜刮资源，然后可以解释成今年的生肖乘以二。哦 ，OK， 我懂了。好的，谢谢何导他的解说。搜一下资源哦。哎，是不是我可以走另外一边吗？这样看起来，我觉得那个老爹决战比较有趣哎、欸，拿那个电锯比较有趣。虽然那边在卡的时候真的是很想死。至于阿嬷这边好像就还好，好像就不太会卡，除非你跟我一样，刚刚自己耍八七，把东西全部都存在那个道具栏那边，然后到这边就谢谢你回不去，恭喜英高就回不去了。那就死掉了。来搜刮一下道具，这个强效化学液体，好的。长空，你真是……哎，这边怎么还是不能开？有没有东西？对，阿嬷真的有比较好打，跟老爹比起来，哇！是说当初一开始打老爹的时候，其实是觉得说，哇，可以用电锯，好威哦！然后就死了。然后本来想说，那把电锯要是可以直接拿来用，那就太好了。结果就不可以用，好不容易捡到一把电锯。拿来劈个门之后就坏了，滑轮什么烂电锯啦，用一下就坏掉了，都不给机会的。接下来过没有阿嬷的日子。好啦，我们东西应该都已经捡了。好了，回去吧。你阿嬷打很久，因为你一直以为是不用打只要逃。诶，他怎么……哦，没事没事，我刚刚以为要进动画。哇，我们的地瓜大大真不愧是地瓜大大，卡怪的地方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嗯，只是要 loading 而已吗？吓我一跳。强效化学液体，应该是给切肉的。嘿，小倩，阿嬷还好哎，没有打很久。哪个化学液体好了？
散弹枪子弹。那存档一下。有人跟我说要打，所以基于人类社会的相处原则，我觉得他们一定是骗我。我只觉得，哎，两个阿嬷都往生，不是很确定他们有没有在玩。我只觉得，根据我认识地瓜哥到现在的经验呢，各位，地瓜哥如果跟你说要往东，你就往西；地瓜哥如果跟你说要往西，你就往东。任何的抉择都要做跟地瓜哥相反的抉择，你的人生就可以过得顺畅又幸福。哎，刚刚的。哦、oh. ，好，在右边那边。好的。对，刚刚不，他是说他阿嬷这一段玩很久，因为他以为要逃，不是要战斗。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人生胜利组，真的。这句话很难思考，各位朋友，你们只要照我说的事情反着做，人生就会成功。嗯，哦，这边，你可以请那位玩 GTA 5的英国阿嬷来帮忙玩。那么，请问一下，是不是连我是不是连这句话本身都要反着做，所以都要顺着你的做？嗯，哎，有药草，捡一下。这边也有固体燃料，啊，青菜 QQ 剪一下好了。GTA 5的阿嬷不是都拿火神炮轰警察一波吗？这边，嗯？谁？是谁在玩钢琴？是谁？哎呦，原来是虫爬过去。地瓜悖论。好了吗？哦。这边是小孩房，鳄鱼耶、欸，鳄鱼安安，嗯，什么都没有吗？有没有东西？皮特，晚安哦。哦，一颗球，然后那边一定什么都没有啦，是不是？都这样演的啊？丢一颗球过来，然后你再过去看，哎，什么都没有，原来只是你的幻想朋友。你以为一个朋友在跟你玩球？事实上，你太多邪了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为什么要放这么多一模一样的邪呢？My family. Evelyn， 哦，是伊芙琳。啊，不就是那个《血缘诅咒》里面那把枪吗？台主就枪反了、啊，你为什么不枪反呢、啊，台主 ？Welcome to the bonfire， 灭灭，非常感谢你的追随 ，Thanks for follow， 可以开吗？
很多烧掉的娃娃，为什么不用手拉就好了？这是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好像有很多个人，然后是天上打雷吗？熊熊，嗨，熊熊，怎么又有咻的咻的声音 ？Hello， 哇哦，怎么？我一直以为地沟油原来已经被刚刚的阿嬷吃完了，想不到，想不到这边还有一个在偷吃地沟油的。偷吃地沟油都不揪呢，哈！哦，传承末人跳水，哦，哦，原来如此。怎么又有猫咪外出笼？这个家到底要放多少猫咪外出笼啊？你们到底养了几百只猫咪？Welcome to the bonfire. 哎，哦 ，Kiss my A4， 谢你追随 ，Thanks for follow。哎，从天而降三只娃娃，我刚刚本来想要说从天而降一万只娃娃，就才三只而已。啊，连这种地方都在 cost down， 是经费不足啊，经费不足对不对呀？是不是被我说中啊？他不太对劲 ，Something's wrong with her。他不太对劲。你才不对劲！原来亲生小孩有人就要吃地沟油，没有，我是帮你们揪的，好不好？我想说你们过年都这么的空虚寂寞，觉得冷，只好帮你们想一些娱乐活动啊！哎，人这么好，这种用心良苦你们也看不出来，哎，算了。哎，这不是战神大大吗？这不是我们那战神？站着克雷多斯大大吗？安安，克雷多斯安安。PS4， 如果你有 PS Plus 的话，这个月可以下载《战神三》哦，你们知道吗？如果还没有玩过这款游戏的人，你们可以去下载一下 PS Plus。这个月 PS4 有送《战神三》的 PS4 版，又是猫咪外出笼。战神蛮好玩的。嗯，刚手电筒闪了一下，哎 ，Stay away. What? 哦，好的。刚耳机左边有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叫我走开。你说走开，我就走开吗？嗯，你不知道我们图形的佛兹最不听人讲话的吗？嗯，一颗球，球球安安。监禁室，受污染的房间。啊，不过蓝色的标记应该是我们已经去过了。好的。如果你们现在有听到野兽的声音的话，那是我们家的佛兹猫波波在叫啊，不用害怕，不用害怕，这是我们家的猫在叫。监禁室，战神表示全身嗡嗡。欸，战神三真的很好玩欸。哦，这是那个娃娃屋欸。好像外国的小朋友都会有这种娃娃屋。台湾不太流行的样子。哦，这种娃娃屋一看起来就知道很贵啊。瞬间以为是 PT。好像什么都没有。哦，看起来是一个房子，
尤其是痛揍宙斯那边最舒压。哎，痛揍宙斯那边你们揍了多久？好像没有东西。Is anyone there？ 哇，直到你明明的娃娃屋，哎，对，直到你明明也有那个。怎么好像这个游戏玩到现在才终于 有一点要营造恐怖感的感觉，不然前面两张都是比较血腥跟恶心居多。图片是这间房间，所以这边是一个解谜吗？哦，这里 ，OK， 好的，原来是这里，哇哦！好像是一个祭坛，低型生物手臂。Oh God! I guess this is it. 哎呦，嫂嫂。嗯，我没有实况过战神呢、欸。哎、欸，这个长得好恶心哦、喔。哎、欸，这个音乐怎么回事啊？是怎样啊？是不是有东西要出来啦？是不是啊？哎、欸，是小女孩。哇哦，哇哦，赞美太阳，是音高吗？哇哦。哇、wow、哦，这边还不错，这边还不错。这边应该是我玩《恶灵古堡七》到现在觉得最有恐怖感的一段。零式，啊！早知道一发神弹枪就起，我刚刚还在那边用手枪给你们在那边回挂波。好的，啊，有怪出现了。标签上写着 D002 弹，想象这条手臂有什么用途？寻找血清的材料。好，医生的防御方式有点鸵鸟心态。你在说我们这位医生吗？不过他的音效真的可以不用这么大声。刚本来想说，哎、欸，有一点 PT 的感觉，就有怪出来。好的，还是恶灵古堡。一出来就回到恶灵古堡了。说这些怪一定要打吗？哎、欸，不要打吗？可以不要打吗？再见。What？ 有点懒得理他。关起来。哎、欸。直接闪！哎、欸，电话，在等位哦。Did you find it? Yeah, I got it. Are we really gonna be able to make serum with this thing? It'll be fine. After we make it, we can get out of here together. I'll be waiting for you in the trailer. All right. 不用打，一直跑就好。我下次 OK， 好，我也是这么想。
不用把子弹浪费在他身上。好的，现在要哦，在拖车内跟柔一回合。OK， 好的。出口在这里。伊诚这硬 A 流，防御什么都是假的，真的哎，假的，眼睛业障重，防御都是假的。我觉得这游戏的小怪应该都是跑就好了，反正跑走之后他们会自己消失，除非是 boss 战，应该子弹都要留下来对付 boss 嘛。除非是像藏不住的秘密，除非像上一关阿嬷那一关，因为蚊虫很烦，所以才要把子弹拿来对付蚊虫那些的。一语有电话，你不是说你要在这里跟我会合吗 ？Now where the hell are you? You know, never mind. We only need the head, and you've got it. This is gonna help me and me, right? Hey, buddy. I thought you should know. I decided that Zoe needed a timeout. She and Mia are here with me, and they're keeping each other company. Just let them both go.What do you need them for? That's family business, Ethan, and not your concern, understand? Now, if you want the head, feel free to come by any time and I'll give it to you. But only if you participate in a little, activity I put together just for you. What activity? Oh, I know you're excited.But don't worry, it's not going anywhere. First step I need you to take, partner, is for you to take a peek inside the fridge in the trailer there. Fuck you! Oh, come on now, don't be like that. You want to have some fun, don't you? Now, look in the fridge.他刚刚是不是 just for you？ 我发现这家人对伊森讲话 key 都好高，不是伊森 ，Where are you？ 不然就是 just for you。福马安安哦，你好。把东西收一收。刚刚那个是 Lucas 吧？哎，你看，顺便再拿一下子弹。医生，他们 key 都好高哦。我们现在有八枚古钱币。可以说晚安哦。这边这个永久加快装填弹药时间，这要五枚古钱币耶。觉得还是比较想要把那个古钱币来换增加最大生命值之类的。对不起，但我华文不好。哎，福马是哪里人？手臂可以先放进去，感觉没这么快用到，真的、哦？真的吗？你们有没有骗我啊？是不是在骗我啊？哎，搜索拖车内的冰箱。哎，他叫我们搜索拖车内的冰箱。哎，哇哦，真的是一颗头哎，哇哦！那头猪就在解剖室等着你。解剖室，哇哦，好的，所以没有要拿起来 ，OK。换枪还不能换枪，因为换枪要九枚古钱币。